他们以为你要给他吃东西，很危险哦。你不能逮螺子把酒围下，等下跳舞子把酒围下。来，这个锅子跟锅盖是会流血的，所以不要把手伸出去，这是我在喂他们吃饭的动作哦。这只叫歹螺，就是刚刚一路跑过来的那一只。它为什么大家都要飞的只有用它用跑的呢？因为它的翅膀有问题。 它是出生的时候，翅膀长短不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它就不太会飞了。啊，你也有的吃。要抢。那红的这只来干嘛？那我会在这边把它们喂到每只都八分饱。那喂食体验的部分，主要现在今天可以开放，可以开放3个名额。 那剩下的这些鱼呢？有一些是要在之后去喂奶楼的，因为我们家奶楼不会飞，动作比较慢，你就看到他们刚刚在水里特别灵活，就这只特别慢，就会吃不到东西。所以有一些要留给我们家奶楼。那剩下的鱼呢？等一下我用来把它们引到水下面。那我们剩下三个位置的名额给大家喂，来，我稍微转一个方向给大家拍到不一样的，他们在大家不要动作，动作大，他们看不到。 这边先，他们家养的有，还可以，我等到，因为我现在就是。他之前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翅膀够，所以我在后来都要调整方式来喂啊。喂啊！来，我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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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这一只是最凶，因为它最大只，胆子也比较大。好，稍微转一下。他最瘦。好，我可能不能再走过去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再走过去，他们会以为是要他们下水的信号，所以我最多只能让他们的角度停留在这边。大家有拍够看够了吗？有吗？有吗 ？OK。那如果没有照片的话，等一下大家可以跟前面拍照的人要一下哦，大家可以互相加个 LINE 联系一下感情哦。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会让他们下水。我想下水之前先简单调查一下这边的话，因为我限量的名额只有三个，那这里有现场有几位愿意手持生死，然后有意愿要喂的？直接超过三位了。好，那我想一下要怎么办。好，没关系，大家，那我们等一下，就是刚有介绍过他们这样子，那我们就用问答的方式好了，如果答得出来就给大家喂这样子。那如果刚可能听不太清楚的话也没关系，你举手，我等一下再把我给大家选择题好不好，那就勇敢的举手，至少还是有机会。来，那这边的朋友们为了怕被他们翅膀拍到，可以帮我让一下路哦，我要让他们下水了。可能要再稍微大一点点。好啦，这样会不会拍到？还是再帮我高频一下？这边的朋友可以先帮我往中间那边靠，没有关系，不要踩到他们就好了，给他们录下去。好，小朋友可以帮我往旁边靠半个，我会拍到。好嘞。Thank you.